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 AI 新点节目。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人工智能能否改善英国国民健康。当英格兰有超过700万名患者在 NHS 的等待名单上，并且有约10万个职位空缺时，人工智能是否有潜力通过改善患者护理和释放员工时间来彻底改变健康服务？ 生成式人工智能能提高诊断准确性并个性化治疗决策，但同时也带来风险和挑战，包括保持准确性和防止偏见。政府和相关机构正在努力评估和监管这些技术，以确保患者安全和数据保护。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随着英格兰国民健康服务 （NHS） 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超过七百万名患者在等待名单上，约十万个职位空缺，人工智能 AI 或许能成为解决这些挑战的关键。BBC 报道指出，AI 有望改善患者护理，同时释放医护人员的时间，从而彻底改变健康服务。AI 的应用范围广泛，从预防心脏病、中风和糖尿病等慢性疾病开始，它可以识别风险因素。 并且通过分析扫描和 X 光片来加速诊断，协助临床医生。此外，AI 还可以通过自动语音助手安排约会和记录医生的会诊笔记，提高生产力。政府高级生命科学顾问约翰·贝尔爵士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一种可以生成文本和图像等内容的 AI，将对患者结果产生变革性影响。 约翰爵士是牛津艾林森技术研究所的主席，该研究所专注于研究全球性问题，包括 AI 在医疗保健中的应用。他指出，生成式人工智能将提高诊断扫描的准确性，并能预测不同医疗干预下的患者结果，从而做出更有依据、更个性化的治疗决策。他强调，创新应在全国范围内公平分享，以避免某些社区错失良机。 要实现这些好处，NHS 必须解锁目前困在数据孤岛中的巨大价值，在做好事的同时防止伤害。约翰爵士强调，允许人工智能在安全和保护的研究环境中访问所有数据，将提高 AI 工具的代表性、准确性和平等性，造福社会各界，减少运营国民健康服务的财务和经济负担，并导致一个更健康的国家。 然而，AI 的广泛应用也带来了风险和挑战。卡罗琳·格林博士来自牛津大学人工智能伦理研究所，她指出一些健康和护理人员使用像 ChatGPT 这样的模型来寻求建议，而不进行事实核查。他认为，使用这些工具的人必须接受适当的培训，理解并知道如何减轻技术限制带来的风险，避免可能提供错误信息的情况。 格林博士强调，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开发早期，就应该让健康和社会护理工作的人员、患者和其他组织参与进来，并与他们持续评估任何影响，以建立信任。一些患者因担心 AI 在其医疗保健中的使用以及其私人信息的共享方式，而决定取消注册他们的全科医生。 他警告说，这可能导致这些人未来无法获得他们可能需要的医疗保健，并且会被忽视。偏见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AI 模型可能会在不反映其应用人群的数据集上进行训练，从而加剧基于性别或种族等因素的健康不平等。 因此，监管是关键，它需要确保患者安全并保护其个人数据，同时增加能力以跟上发展步伐，允许 AI 在工作中进化和学习。人工智能驱动的医疗设备由药品和医疗产品监管机构 MHRA 严格监管。健康基金会智库最近发布了一项六点国家战略，以确保人工智能工具公平推广并更新监管。 健康基金会的高级改进分析师内尔·桑顿认为，系统中有太多模型正在通过，难以足够快地评估它们。他指出，需要在系统容量方面获得支持，以监管这些事情，并需要一些关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的独特性带来的挑战，以及他们可能需要的额外监管的明确性。MHA r 软件和人工智能主管保罗·坎贝尔博士表示，作为监管机构。 他们必须在保护患者安全的适当监督与应对这些产品带来的特定挑战所需的灵活性之间取得平衡，以确保他们继续成为创新的推动者。卫生和社会护理部表示，新工党政府将通过购买新的 AI 扫描仪来利用人工智能的力量，以更早的诊断患者并更快的治疗他们。 虽然很少有人能否认 AI 在医疗保健中的变革性影响，但仍有挑战需要克服，尤其是 NHS 员工需要有信心使用它，患者必须能够信任它。BBC South 在社交媒体上持续关注这一问题，并鼓励公众分享他们的故事想法。总的来说，AI 在 NHS 的应用无疑提供了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蓝图。 然而，这条路上充满了挑战和不确定性。只有通过全面的监管、适当的培训和透明的数据管理，才能确保这项技术真正惠及每一位患者。无论是政府、高级科研机构还是普通民众，所有人都需要共同努力，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在英国国民健康服务 NHS 面临患者等待名单长达七百万人和约十万个职位空缺的情况下，人工智能 AI 被视为潜在的解决方案。AI 有能力通过多种方式改善患者护理，并释放医疗专业人员的时间，从而彻底改变英国的健康服务。首先，AI 在预防和诊断方面展现出巨大潜力。 它可以识别心脏病发作、中风和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风险因素，从而帮助预防这些疾病。此外，AI 可以通过分析扫描和 X 光片来加速诊断过程，协助临床医生做出更准确的诊断。生成式人工智能 （Generative AI） 更是被视为未来医疗的一大变革力量。这种技术可以生成各种类型的内容，包括文本和图像，从而提高诊断的准确性。 它还能生成不同医疗干预下的患者结果预测，从而帮助医生做出更有根据和个性化的治疗决策。然而，这些技术的应用并非没有挑战。AI 技术需要在安全和保护的研究环境中访问大量数据，以提高工具的代表性、准确性和平等性。但目前，NHS 的数据孤岛问题阻碍了这一过程，解锁这些数据的价值成为一大挑战。 此外，AI 的应用还面临其他风险和挑战，例如，AI 生成的结果需要由受过训练的员工进行验证，即使是目前正在评估的生成式 AI 应用，也存在幻觉生成未经证实内容的风险。这意味着使用 AI 工具的人需要接受适当的培训，理解并知道如何减轻技术限制带来的风险。另一个重大挑战是，AI 模型可能存在偏见。 训练 AI 模型所用的数据集如果不够多样，可能会加剧基于性别或种族的健康不平等。因此，监管机构需要确保患者安全并保护其个人数据，同时增加能力以跟上 AI 技术的发展步伐。监管的关键在于找到在保护患者安全与灵活应对 AI 技术挑战之间的平衡。药品和医疗产品监管机构。 MHRA 负责严格监管人工智能驱动的医疗设备，但评估新型 AI 工具的速度仍需提高。健康基金会智库最近发布了一项六点国家战略，以确保 AI 工具的公平推广，并更新监管。这些战略旨在支持系统容量的提升，以便更快、更有效地评估新模型，同时针对生成式 AI 系统的独特挑战提供额外的监管指导。 此外，卫生和社会护理部表示，新工党政府将通过购买新的 AI 扫描仪来利用人工智能的力量，以更早的诊断患者并更快的治疗他们。总之，人工智能在改善英国国民健康方面拥有巨大的潜力，但要克服技术限制、数据孤岛、偏见风险以及监管挑战，才能真正实现其变革性影响。 NHS 员工和患者对 AI 技术的信任和接受，也是决定其成功的关键因素。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舒、谢琪琪。我是楚天舒。我是谢琪琪。 AI 在医疗领域的应用是一个巨大的机会。看看我们的 NHS，病人排队等的像是在排队买卤味。AI 可以减少这些等待时间，让医生专注于更复杂的诊断和治疗。我们有数据证明，AI 在图像分析上的准确度超过了人类医生。比如说，Google 的 DeepMind 在视网膜扫描中诊断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成功率超过百分之九十。 AI 也可以自动化许多繁琐的行政任务，让医护人员有更多时间专注于患者。这可不是什么科幻小说，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啊！哎呀，楚天舒，别高兴的太早了。AI 确实能减少一些繁琐的工作，但它也带来了一堆问题。人们担心 AI 会幻觉生成未经证实的内容，你知道吗？ 这可是生命攸关的事情啊！而且患者对隐私的担忧也不少，谁知道你的医疗数据会不会被卖给什么奇怪的广告公司，最后收到一堆推销药品的垃圾邮件？更别提 AI 可能加剧健康不平等，因为它的训练数据极可能并不具代表性。这可是要命的事情啊，不是开玩笑的。谢奇奇。 你的忧虑我理解，但那些问题可以解决。首先，对于 AI 生成错误信息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强化监管和验证来解决。就像药品和医疗设备一样，AI 工具也可以经过严格测试和标准化。我们有 MHRA 这样的机构来保证安全。至于隐私问题， 我们可以通过加密技术和严格的数据保护法来保护患者信息。AI 的应用可以受到监督和限制，确保它的使用是安全和有效的。而且，随着技术的进步，AI 模型也会变得越来越精确和公正。说的好听，但现实是，AI 技术发展的比监管机构的步伐还快。 就像一匹疯跑的马，谁能保证我们的监管能够跟上？你刚才说的 DeepMind，嗯，这家公司还因为不当使用患者数据被罚过。不仅如此，AI 模型的偏见问题很难解决，因为那些问题往往根植于数据本身。你难道忘了2018年的亚马逊 AI 招聘系统吗？ 因为训练数据的偏见，他歧视女性申请者，结果被迫下线。NHS 能承担这样的风险吗？我看未必。谢奇奇，你提到的例子确实警醒，但这些正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教训。技术总会有风险，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因噎废食。技术进步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应该学会如何正确使用它。 英国政府和 NHS 已经在研究如何使用 AI 来改善国民健康服务，比如购买新的 AI 扫描仪来更早的诊断患者。这些努力表明，我们有能力也有智慧去应对这些挑战。历史上每次科技革命都伴随着风险，但最终我们都从中获益。AI 将是医疗领域的下个大革命，让我们迎接它吧。 好吧，楚天舒，我同意技术进步是不可避免的，但让我们保持谨慎。毕竟这是关人命，不是儿戏。我们需要在技术应用之前做好充分的准备，不仅包括技术本身，还有法律、伦理和社会的各个方面。 就像卡罗琳·格林博士说的，使用这些工具的人需要接受适当的培训，并且我们需要确保所有社区都能公平受益。我们不能让技术变成新的社会不平等的来源。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些，AI 或许真的能成为医疗领域的救星。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评论。嘿、hey,，伙伴们，今天我们聊聊人工智能 AI 和英国国民健康服务 NHS。你知道吗？在英格兰，超过七百万人等着看病，NHS 还有十万个职位空缺。这听起来像是一场医疗灾难，但 AI 可能就是那个救世主。首先， AI 在医疗保健中的应用范围广得让你瞠目结舌。它能帮助预防心脏病发作、中风和糖尿病等慢性病，还能加速诊断，比如分析扫描和 X 光片，这样医生们就不用再花时间盯着那些图像发愣了。此外，AI 还能处理那些烦人的行政任务，如安排约会和记录医生的会诊笔记，这简直是节省时间的神器。 牛津艾林森技术研究所的主席约翰·贝尔爵士看到了 AI 的巨大潜力。他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就是能生成文本和图像的那种，可以给患者带来变革性的结果。这些 AI 工具能提高诊断准确性，并帮助医生做出更个性化的治疗决策。然而，他也提醒我们，这些创新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公平分享。 否则，某些社区可能会被落下。n h s 需要解锁那些被困在数据孤岛中的宝贵数据，确保 AI 工具能够在安全且保护的环境中访问这些数据。但别以为 AI 就是万能的，它还是有风险和挑战的。例如，AI 生成的结果需要由经过训练的员工来验证。卡罗琳·格林博士提醒我们。 有些医疗人员使用像 ChatGPT 这样的 AI 模型来寻求建议，却不进行事实核查，这可是会出问题的。因此，使用这些工具的人需要接受适当的培训，了解如何减轻技术带来的风险。格林博士还提到，有些患者可能会因为担心 AI 会如何处理他们的私人信息而选择不再看医生，这可是个大问题。 因为这意味着这些人可能无法在未来获得他们所需的医疗保健。还有，AI 模型如果在不反映应用人群的数据集上进行训练，可能会加剧健康不平等。这就需要监管机构来发挥作用了。药品和医疗产品监管机构 MHRA 对 AI 驱动的医疗设备进行严格监管。 健康基金会智库还发布了一项六点国家战略，以确保 AI 工具公平推广并更新监管。内尔·桑顿说：“目前有太多模型正在通过系统，难以快速评估它们。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增加系统容量和针对生成式 AI 系统的额外监管。”最后。 卫生和社会护理部表示，新工党政府将购买新的 AI 扫描仪，以更早地诊断患者并更快地治疗他们。虽然 AI 在医疗保健中的变革性影响是不容否认的，但 NHS 员工需要有信心使用它，患者也必须能够信任它。总结一下，AI 在医疗保健中有着无限可能，但也面临着风险和挑战。让我们拭目以待。 看他如何改变 NHS，让更多人获得更好的医疗服务。关注 BBC South 的 Facebook、X、Twitter 或 Instagram，将您的故事想法发送至 south.newsline@bbc.co.uk at 或通过 WhatsApp 发送至0808 100 2240。22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网友与六度 AI 参与合作完成各种内容，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修正错误，网友可以参与讨论，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六度世界网址是六 do 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